的活动时间，生啤酒10块钱，握寿司以及手卷19块。这个活动呢，也希望大家顺便帮我们标进去，顺便帮我们标进去哈。来，好的，来，那一样呢，我们现场呢，大家先要拍照你。拿雨伞，等一下我先拿，好，你先去拿，我先拿一支麦克风来，好。要跟大家呢来一个呢我们的互动时间哈，所以呢，来欢迎大家手中的手机相机帮我们拿出来，来咯。来，我们先一支麦克风给我们的两位。两位 JKF 你有在看吗？没有，同学不可以，同学不可以离开，妈妈说要看这个哦。没有，对，好的，妈妈有这样说吗？妈妈有，妈妈为妈妈说要看漂亮小姐姐才会长得更帅。那你妈妈来喝生啤，今天都10块。对，今天都10块钱啊，这么合的哈。来，我们欢迎大家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这两位呢，漂亮的女神小姐姐会跟现场六位幸运的朋友呢，来一个呢我们的互动时间啊，来一个互动时间啊。他们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，我们等一下怎么玩呢？就要来邀请现场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参与，但是不要忘记了哦，我们里面生啤酒通通多少钱？10元，只有一个知道生啤酒多少钱啊？10元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等一下到里面啊，但是喝了休息一下再骑车哈。然后呢，会饿的朋友来握寿司跟手卷多少钱啊？19，只有你知道，我等一下送你礼物，好、哦，等一下送你礼物来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呢，如果我有在喊的朋友，麻烦你们声音大一点，我礼物直接送给你们了哈、哦。要拿你，现在要拿，帮我拿一个来。我一定给你，我是怕你会不会太重，我送的礼物很大哦，哦可以的哈、哦，来帮我拿一个来。你们照片会交吼，要记得交。没有交的，砍头。来，好，紧接着，来，我们现在要选六位朋友想参加的举手一下。想参加的来前面。来，想参加的，请问有赢的朋友有什么礼物呢？赢的朋友可以获得跟两位独照的时间吗？好，可以。跟两位独照的时间。中间我们在他旁边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赢的朋友可以到里面吃握寿司，然后这两位小姐姐坐在你们旁边。哦，这样哦，可以吗？老板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但是要到里面消费哦。我跟你讲，赢的那一位到里面，因为大家都有骑车，不好意思叫大家喝生啤酒，所以呢，吃握寿司、吃手卷，只要你赢了这两位女神小姐姐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。直接到里面吃你19块的握寿司之后，来，他们两位坐你的旁边，你看看多会合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呢，想不想要？